这是春秋的青铜，连鹤方壶，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，专家赞其为青铜时代的绝唱。1923年，连鹤方壶于新郑李家楼出土，考古论证此壶为春秋中期的青铜器物。作为青铜礼器的一种，一连一鹤，连鹤方壶的大胆创新，呼应了春秋时代大变革的思想。造型由严正而奇巧，器形由厚重而轻灵，手法由象征而写实，刻镂由深沉而浮浅，纹饰由神秘而理性，美在此发生了变化。而在这一青铜残片上，世间的宴乐、攻战、狩猎，一切均已接近生活的写实面貌，自由地登上了青铜。纹饰如此浮浅，就像在器皿表面上的绘画。作为春秋战国思想解放的成果之一，现实生活、人间趣味进入了传统礼器的青铜领域，这是对传统宗教束缚的挣脱，这是观念、情感、想象的解放，人的尊严从神的压迫中苏醒。从中原大地上汩汩而出的艺术长河，其流走的纹路、舞动的姿态和飘逸的气韵，显现出了中国艺术创造的独特魅力。公元前219年，也就是在秦始皇一统天下后的第三年，秦始皇东巡泰山，在泰山上刻下了始皇诏。今天始皇诏已经消逝，而泰山刻石残片尚余。这些小篆的作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秦相李斯，是我国书法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书法家。上蔡人李斯，年少时为俊小吏，为了追求人上人的生活，李斯拜荀子为师，不惧坎坷，
左秦王灭六国，明法度，定律令，建郡县，终于走到中国政治的前台。书同文，以小篆统一当时的文字，李斯主持的文字改革对于中华民族的统一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。而李斯发起的焚书坑儒运动，无疑开辟了皇权专制主义诛灭文化与言论的先河。李斯墓位于豫南上蔡县李斯楼的一片田野之中。公元前208年，李斯为赵高陷害，腰斩于市，并夷灭三族。这一结局，李斯本人也难辞其咎。此前，李斯也用同样的方法谋害了自己的同学，另一位法家人物韩非子，并助纣为虐，协助赵高密改秦始皇遗诏。在去刑场的路上，李斯含泪对他的儿子感叹说：“我多想和你再次回到上蔡家乡啊，牵黄犬，逐狡兔，这样的日子还能得到吗？”砍头而死，这是李斯未必想到的。自秦以后，李斯的故乡留下了一个习俗：李姓墓不加坟头。李斯死后一年，刘邦攻入咸阳，开创了大汉王朝。车参驾飞马，高撑华盖，前有导旗，后有护从，耀武扬威，宣赫过世。南阳汉画像石中大量的车骑出行画像，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应。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，这种稳定比较富庶，就是人们除了日常生活现实生活以外，有精力有财力去考虑自己死后世界的营造，这是一个方面。再一个方面，就是这个时期厚葬风气非常的盛行。当然，这种厚葬的风气的这个出现和这个灵魂的信仰，和神仙的信仰，甚至和阴阳五行这个观念的盛行，都是有着一定的关系。历史与神话，现实和神，人与兽的同台演出，与人插上双翅，嫦娥摆动蛇躯，云雾翻舞飞腾，星体回旋流动，正是汉代南阳人的一雕一凿，让我们感受到两汉文明的奇丽诡谲与沧海桑田，感受到1800多年前的大汉艺术的烈烈
雄风。自汉至宋的千余年间，中原大地上不知经历了多少次天灾人祸、王朝更迭，但艺术的创造却如滔滔黄河，容纳百川而奔腾不止。伊水河是黄河的支流，东有香山，西有龙门山，两山对峙，犹如一道天然的门阙。龙门石窟就从这里启程，从古阳洞启程。古阳洞内，龙门二十品留下了。这些造像题记，这些建造佛像的碑刻记载，还有记载上的皇宫贵族们的时尚生活，也留下了。而北魏那些时尚生活的享有者们，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龙门二十品这些既兼汉隶格调，又蕴晋楷书风格的书法珍品，或粗犷，或细腻，或凝重，或灵秀，其所展现的魏碑精华，历经千年而不衰。遗憾的是，我们不能知道这些书法家的名字，就如同我们不知道是谁创造了伟大的卢舍那一样。世界，一步一佛陀，沿着高高的石阶徐步而上。当卢舍那一步步映入眼帘的时候，震慑之余，心中涌起的是唐人对卢舍那的自我评价：相好稀有，红颜无匹，大慈大悲，如月如日。作为北魏、唐代皇家及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，龙门石窟体现的无疑是皇家的意志，它具有浓厚的国家宗教色彩。虽然如今人们已经无法真切地看到当初大佛被粉饰一新、受人顶礼膜拜的情景，但是仍可以推想出当初皇家集团在此举行隆重祭礼的场面。无疑，卢舍那所表现的是大唐盛世的伟大和繁荣。咸亨三年，武则天以皇后身份铸脂粉钱20000贯，资助奉仙寺的最后工程。奉仙寺大卢舍那像龛完工那年，武则天亲率群臣参加卢舍那佛的开光仪式。虽然主尊卢舍那佛像风腻秀目、含蓄温和，
庄严大方的仪态中，投下了武则天自己的影子。但是，神情安详、栩栩如生的形象，精巧柔美的线条，参差错落、气势磅礴的布局，卢舍那所散发的神秘的微笑，远远超越了一代女皇的个人魅力。山底吴村位于禹州三峰山下，因其建于山脚下，而村民又大半姓吴而得名。唐代画家吴道子就出生在此。少年孤贫，吴道子曾浪迹洛阳，追随书法家张旭、贺知章。然而，书法方面，吴道子没有看到希望，于是改而学画。不到20岁就声名大振，并为唐玄宗李隆基所知，被召入宫廷中，授以内教博士的官职，并为之改名道玄，同时禁止吴道子私自作画。武则天笃信佛教，佛教艺术在他的时代达到顶峰，这是吴道子成为百代画圣的前奏。吴道子的绘画以佛画最为著名，其佛画的成就在于佛画形象的中国化，在于吴道子对线条艺术表现的贡献。作为宗教壁画的集大成者，吴道子内心里激荡着自由奔放的大唐精神，敢于挣脱佛教教义的束缚，不以仰视的目光奉仰神像，而以普通画工的视角打量神，挥洒自如，有时甚至将皇宫贵族打入地狱。寺庙壁画它是宗教的，但它形象呢，就要从生活当中来吸收，是吧？所以说，记载呢，吴道子他所画的形象呢，都是非常丰富的啊，千变万化，无有同者啊。比如说他画一些这个天王啊，都是身体非常结实啊，这个须发飞动啊，毛根出肉，利剑有余啊。他画一些这个天女啊，让人感到启谋异语，仿佛要说话一样啊。画一些菩萨呢，转目视人，你在这边看他在看你，在那边看他也看你啊。甚至于呢，他还把自己的形象也画到壁画里边去了。相传，吴道子曾经为300多间大大小小的寺庙、道观画过壁画，这是一个惊人的创作量。然而到现在，一片真迹也没有了，其吴式风格及世人所称的吴代当风，我们只能从吴氏传人所画作品中以及永乐宫壁画中领略一二。在民间，历代的画工们均尊奉吴道子为祖师，由此可见吴道子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。中国艺术有着诗书画一体的传统，
这一传统在唐代达到极致。李白、杜甫的诗歌，韩愈的文章，张旭、颜真卿的书法，吴道子的绘画，构成了文学艺术的盛唐之音。他们几乎为其后1000年的中国艺术树立了难以逾越的标杆。诗汤泉村，颜真卿墓一片苍凉。也许正是这苍凉，让我们透过时光，透过苍劲雄浑的掩体，看到了投射在颜真卿生命和人格上的那一片光芒。祭侄文稿是颜真卿为祭奠就义于安史之乱的侄子颜季明所作。唐天宝14年，安禄山谋反，平原太守颜真卿联络其从兄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伐叛军。4年正月，叛军14名部攻陷常山，颜杲卿及其少子季明被捕，并先后遇害。颜氏一门被害30余口。乾元元年5月，颜真卿派人去常山、洛阳寻找季明、杲卿遗骸，只得到季明头部和杲卿部分尸骨。极度悲愤之下，颜真卿顾不得笔墨的工拙，自随情动，挥泪写下这篇祭文。一部涂改甚多的作品，却流芳百世，这在中国书法史上绝无仅有。学习书法的时候啊，就是结合，但不光是北方中国人的这个性格，希望这个有点男子汉的气派。现在男子汉的气派要有男子汉的气派，有点刚强，有点委婉、委婉，那就应该学习颜真卿啊，颜真卿。汝南有一土坡，名为天中山。相传禹分九州，将此处定为天下之中，因此有了天中山一名。天中山三字为颜真卿手书。公元783年，淮西军阀李希烈谋反，四朝元老颜真卿以社稷为重，亲赴敌营劝降，被李希烈拘押至蔡州，也就是现在的汝南上蔡一带。在颜真卿被害前，老人来到了天中山，并留下最后的墨宝。公元784年，一代忠烈颜真卿被李希烈缢杀，终年77岁。闻此噩耗，唐朝三军皆痛。宋代绘画的最杰出的作品，当属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他将京都开封汴河沿岸的万种风情寓于一纸。张择端早年游学汴京，后习绘画，徽宗朝任职翰林图画院，擅长于画车马、市井、桥梁、城廓等等。张择端不仅仅是属于宫廷的，更属于民间。当张择端从民间走向宫廷时，他用丹青绘制了一幅永不再来的历史画卷，他本人也因此定格在历史的断面上。所以张择端将呕心沥血的长卷呈给酷爱艺术的宋徽宗时，这位葬送了北宋王朝的帝王大喜过望，《清明上河图》从此被收入宫廷内府。北宋其富裕程度堪称为当时世界的第一大国，有专家估算，北宋的经济规模至少占全球的一半以上，北宋的科技与文艺水准是中国其他封建王朝难以比拟的。清留下了一个帝国最后的辉煌，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。在灿若星河的北宋艺术中，可以书画媲美的就是瓷器。北宋五大名窑中，中原占据了三个，禹州的钧窑、开封的官窑和汝州的汝窑。汝窑号称北宋五大名窑之冠，有汝窑为魁之誉。宋徽宗大观年间，皇宫已定白瓷边沿无釉不好用，于是改用汝州的青瓷，在汝州建了青瓷窑，专门为宫廷烧制御用品，所以汝窑也称为汝官窑。而在民间则有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件的说法，足见钧窑瓷器的珍贵。据说每年宋徽宗从钧窑只挑选36件瓷器作为御用品，剩下的瓷器不论好坏一律砸碎，砸碎后的瓷片全部埋入地下，不得流入民间。当一种工艺沦为权力的奴婢，它是无法振翅高飞的。历史是如此的残酷，盛极而衰的国运最终也落在了精致的陶瓷上。因为战乱与灾荒，官窑永远地消失了，和官窑一块消失的还有一个王朝华丽的背影。